老哥，铃儿起了。表哥，你怎么这么早就起了？被那鸡吵的呀？是，不过也不完全是，我这几天比鸡起的都早。啊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呀？你失眠了？哎呀，通过这几天代号为007的跟踪行动啊，我算发现一些事儿了。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吗？这几天任务你不一直都跟着呢吗？我真不知道什么事儿桃子和季阳好上了，啊！啊，那你岂不是出局了？我就没入过局。哎，这下和桃子彻底拜拜喽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哎，起来了！哎，醒醒，起来了！几点了？你别管几点了，到你了，快起来吧！哎呦，真是，早知道这样就不该搬家了。是，这没想到，这不是有一伦敦这情况吗？哎呦，真不想起呀、你小点声，孩子还睡着呢啊！这鸡得有一个礼拜了吧？啊？谁家呀？这么缺德，把鸡养在高考小区里的，一定是自己家的孩子高考没考好，出来报复社会的。哎，哎，前两天是谁说的？说这鸡特别好，这鸡早上一叫，提神醒脑，啊，让人闻鸡起舞，振奋人心。谁说的呀？哎，不，我身上，我不行。老哥，哎，你快点啊！哎，知道了。是不是这鸡把你们都吵醒了？不过没事，我平常在老家也是听着鸡叫起床的，今天突然听着鸡叫，还有点亲切，我以为回老家了。你说本来想着搬过来你们能多睡会儿的，谁知道有这么一出，讨厌！这才几点啊？哦，没事，小姨，我都算过了，这只鸡出现的概率呢是大于零小于一，属于完全随机事件，不可预测。王一凡，我哥提裤子呢，我到了还没系呢，我。哎，那鸡在老鸡堂，那个鸡啊，哇塞，这鸡，哇塞，来，早上一杯水养颜又养生，来喝点。你听听，这鸡都叫好几天了吧，越叫越早，这影响洋洋休息。是啊，这好端端的小区怎么能有人养鸡啊？我记得城里规定是不允许养禽类的。哎，要不你到物业去投诉一下吧，这也不是个事儿啊。我这个级别的干部，为了只鸡去物业投诉，不大好吧？怎么不好啊？区长也是为人民嘛。鸡扰民，这违反规定啊！你去投诉一下也是正常的呀。不行，还是算了吧。我怎么觉得这鸡就在咱们院子里啊？哎，外面凉，你多穿点儿。哎，别着凉了啊。啊，是有点凉。嘿，这鸡也绝了！哎，老季，老季，
这鸡在这儿呢。对，你这起得够早的呀。明天几点去打鸣？不想起都不行。呦呵呦呵，要飞呀、啊、这鸡。去。哎呦呦呵，皇上去了。哎，这天儿够凉的了，现在真够凉的啊！快立冬了，孙华就快立冬了啊！过两天立冬。哎呀，时间过得真快呀、啊！行了，不跟你聊了，我去喊杨起床了啊！哎，再见。哎，进去吧，哎、外边冷。拜拜。哎，拜拜。哎，这老纪，行啊，现在挺平易近人的了啊！哎呦，什么这发小，为什么不平易近人呢？再说了，甭管什么人。碰上咱们这样温暖的邻居啊，俩月了，那这钢铁侠给融化了呀！哎，你说那个鸡真的不是他们家的？这怎么他们家的鸡？肯定哪个小孩当宠物养的，长大了舍不得杀了。